啥情况？ 不是，这不是看着对面人在吗？ 哎，感觉回去了。 这种信号我确实是觉得发的没用。 下次我提前发吧。我觉得发了没用，我才不发呢。我看到了。
哇，你往哪闪啊？刷完了，盲测没闪现的。我操！我为啥要去虫子呢？我直接我刷下来，他没打虫子，对不对？我刷下来，他龙打完 OK，他如果要接下路的团战，我跟他接；他如果说不接，那我直接逼了，我还能去打，我只要能别让他拿到六条就行了。我第一波我能吃一条，第二波我能吃一条，我就是赚的。我拿六条没用，我拿六条一点用没有。我拿六条，这游戏该打结束还是打结束，该是打过团战结束的还是打过团战结束的。对面拿六条，那就可能就是。和游戏性质不一样。我有点傻逼了，按错了。
这老鼠刚交闪，没灯吗？那为啥打了半天也没给个灯啊？他下半野区还有东西。我操！
哇！哎，他这不是在送吗？关啊！我操，三个眼。大龙吧，先大龙吧，一二十秒就拿下了。还有传送门，去小龙很快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。要不要啊？这瞎子不喜欢上野怪，我帮他说。
我这波什么逼操作呀、哎？鼠标垫真该换，找不到鼠标。就我打这波之前，我点那个装备栏，我点这个装备栏，我都是点不到的。我这几天手感玩的巨难受，这鼠标垫已经烂透了。哇！是我看错了吗？铁男是怎么死的呀？坏了。直接打吧，又啊！哎，我这波应该去找这个乌鸦子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哇，这什么建模啊？这个远古龙拿了我们下路能一波的，我这时候再拿这种没有用的，我神装更新不了装备。哇，怎么是个乌鸦呀？哎，我麻了。我以为是个泽拉斯过去的，我一直没看到这个泽拉斯。我操，差点。这个男刀这波做的挺好的。我的问题。我就老老实实等他们双退位置暴露了，我就再上就好了。
哇，这不是一波了吗？双龙会要怎么样？还不是在你跳格操作、啊？就这？双龙会怎么啊？三龙会啊？不好意思，三龙会就这。